来坐东铁线可以直达港岛，咁咪快好多啦。系啊，但系为咗可以延伸至港岛，东铁线除咗平日嘅12卡车，仲陆续会有9卡车行驶，所以排队位置都会唔同咗。Are you ready？排队要快而准，认住月台蓝同绿标志，或者职员指示同广播，就可以好方便咁上车，就好似咁。明晒，带我去睇下新嘅九卡车啦！睇几阔落同光猛，仲有显示屏，咁你一定记得落车啦。在这段期间会同时有两款列车在东铁线行驶，到时大家可能需要少少时间去适应的。明白了。